哎呀，我们来玩这个变形金刚模组啊！这次变形金刚模组的套用了这个钢铁人的功能啊。哎，是怎样？突然咳嗽啊？它是出现 bug 吗？ Anyway， 我们现在可以换哦，它就是翻滚，所以会变身成这个卡车，有没有？卡车的第一人称视角，就跟一般开车一样啊，没什么特别的。换回来，一样是翻滚。哦，哇，好久没玩这种大型模组了。大型模组看起来好高哦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 EMP 装置。它丢这个 EMP 装置，像在丢垃圾一样。喂，还有什么特殊功能啊？翻滚变车，翻滚变回来，酷哎！啊，可是它走路没有那个声音哦，就是那个，就是机器人走路的声音。嘿嘿，那丢的功能 ，OK， 我们现在直接换那个钢铁人的模组啊。那因为这个模组很大，它挡住了大部分的视线哦。机关枪扫射，我自己都看不到我自己射的位置啊。换一下，我换一下功能啊。不行啊，完全挡住了啊。我切换第一人称，哇，他是直接在啊，一人称是从下面看哦。我这新功能啊，这喷火，喷火，从袖子里面喷火就对了。这是什么啊？这什么功能？这是飞弹嘛？对不对？飞弹。这次就没有自动瞄准。OK， 这手的位置还对啊。这什么？从中间吗？中间发射，这样还蛮帅的。啊，大型模组的缺点就是视角看不到。等一下我被车撞到了，被车撞到卡住。哦，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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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比较好看一点的，就是要把视角切到前面去哦。啊，它可以飞，它可以飞，飞起来，哎、欸，飞起来，飞起来，哎、欸，飞起来，好。我们这次飞到那个有个隐藏式的基地，在这个山里面哦，他们在做一些奇怪的研究、哦，他们在研究我们这种机器人。OK， 然后是在这附近吧。应该是没记错，在这附近啊。我看到啊，下面啊，下面有一个地堡，也这边降落、啊。哎呦，有没有看到后面有个大型的实验室吗？还是什么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破图了，糟糕，破图了。哦，怎么会这样？好多警察过来了啦！警察过来是怎样啊？我是不是要躲一下、啊？那警察太多了、啊。我们这次的那个大黄蜂呢？要来这个地球啊！我们要先来看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找地方躲的啊！我们这个现在是被那个人类攻击啊！我们现在想办法先逃离这里，先办有办法逃离这里吗？哦哦哦哦哦！哎、欸，他们火力很大、哦，他们火力很大，我就先试一下火力哈，来，发射飞弹，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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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全没中啊、欸，超难瞄的好不好？超难瞄，根本看不到人呐、啊。唯一可以瞄就是中间的圆圈的，有没有？瞄准到的地方才可以发射。有打到，有打到，哎呦！好了，我们现在换这个大黄蜂啊，直接到市区了好不好？那个刚才那边人太多了。翻滚了是，我发现他这个车子好烂哦，是被我踩到吗？欸、我试试看哦，车子变形了，它是变形，轮胎跑出来，轮胎掉了啦，翻过去哦，车子好烂哦，哎、欸，引擎盖掉了，
超好玩的，我们再来玩这一台红色，空，轮胎掉了，哦，哇塞，模组做的好棒哦，这好好玩哦，这比那个打爆人家还好玩啊，你直接踩爆他，为什么这个人踩啊？看一下这个第一人称，第一人称在下面啊，看到那个车子的状况。车门掉了啦！不要走啊！让我坐一下车。你去哪里？你给我回来！这样居然不会踩到他们别穿过去有没有？去哪里？去哪里？去哪里？我这视角难转哦。哦，跑起来视角超难转。开杀了，开杀了，到处轰炸。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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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发现它跟那个电线杆一样高超大只的。咻！咻！车门掉了。看一下它什么其他功能好了。哎呦，喷火！消防车来了，消防车来了！我知道他们都穿那个防火衣啊，我们来试喷一下它。消防员，那棵树着火了，那树着火了，去！人去哪里了？这里啊，这里着火了。给你踩过去。开车啊，我要坐这个车子。这里着火了，这里着火了，这里要走啊，那个人着火了，快去救他。这里，去哪里啊你们？这里着火。他队友喷了，他队友喷他队友喷水好酷啊，他是怎样？他队友喷，你看到没有？他队友喷水，喷那个灭火器，要帮我消暑嘛，因为我太火了，我太可爱了吧？身上没有着火啊，是我的手这边喷啊，快点，这里。那个东西对我一点用都没有，那啥什么东西啊？那还蛮有喜感哦。我发现我后面的轮胎好像烂掉了，是变形啊。后面的轮胎，这里啦，这个地板着火了，不是要喷我啦？不要喷我，又不是 SK2。地上着火，快！我不想理你了，我走了。他也跑走了，真有默契啊！去哪？你给我回来！这里着火了！你们收队了？收队了吗？消防员这样办事的，给我回来啊！车子不要坐了。反正这个距离还居然还烧到他们因为他距离很短。对啦，他有这个招式没有？近距离攻击。哎呦，摔了！哇，哈哈，飞超远的，哇，这才叫做神力啊！哇，飞，叮，车子不见了，真的是的。OK， 我们这次模组介绍到这边啊，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型的变形金刚的样子，然后它走路的样子，然后后面的轮胎真的有点变形，它到底是怎么办到的？ Anyway， 我们先这样子啊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